有啲人应该未必睇到直播，我呢度再播翻俾佢睇啦。我依家咧就喺度睇紧咧拍档比加超有啲咩技学，同埋考虑紧要用啲咩精灵啦。呢招其实 OK 嘅，呢招水技其实 OK， 可以留一留嘅呢、這个。咩叫越喜欢训练家电击威力越高？哦，即系报恩系嘛？即系大概102攻啦，系嘛？我记得报恩最高攻就系102咯。咁呢招系咪102攻啊？呢招轻飘飘地浮起，再猛地俯冲，有时令对手畏缩。哇，95命中，我绝对唔会用呢招。就咁啦，系其实格斗其实真系可以唔使要改性格方面，我哋有边只要改咧？其实如果真系要咩嘅话，我零真系要改性格，我首先要睇下佢系咪真系一个，因为佢呢、這个啲努力值全部错晒噶，所以我要揾一只系啱用嘅嚟用。勇士已经唔得点啦，哎，地鼠其实 OK 嘅，降系地面系。降系地面系嘅地鼠 ，OK 啊 ，OK 啊，我觉得唔错啊。哎，捉一只，呢只点唔点得啊？好似唔点得喎，呢只有地面嘅，捉只地鼠啦，系 perfect。塔上面班格拉啊，系啊，我就系谂紧班要取代佢啊，得班格拉可以取代到，但班格拉唔识爆炸啊。阿拉唔识爆炸喎，好需要爆炸喎。但系系咪去到后面咧会有啲黐线关卡咧？系你一定要一次过打晒，唔可以回血噶。咁我自爆咪好事咯？会系咪有啲咁嘅关卡？有冇其他啊？有啦，终于游基拉，即刻死符。你会有效果嘅咩？你唔系岩石系咩？得啦，收工啦，可以。喂，黐线啊，我都唔入。几点级？喂，我就死咯。大教练，收工，拜拜。瞬间完，系游基拉啊，已经帮大家测试咗，系游基拉。天平牛，好，我哋成功捉咗呢一个游基拉，可以离开啦。估唔到捉咁耐啊！明明应该好快，1%，1% 其实大概40-50场应该有一只。好，望望先。喂，错性格喎，错特性喎呢只，错特性嗰只，呢只冇特别，呢只 OK 喎。沙忍冇问题啦。唉，捉龙头，捉呢个龙头地鼠啊，要佢。哇，顶顶啊，沙忍冇特性嚟嘅。喂，黐线，佢真系紧张感嚟噶，低能。顶下要再拆过，真系好白痴。啱啱先话啲低能技，点知真系紧张咁。哎呀啦，应该系佢唔会俾你咁快可以用到嗰啲精灵。呢只冇得麻痹啊，得咁。我哋会唔会捉唔到最后？最后用大师噶，哎得啦，即刻搞掂。点啊？唔可以杀人啊嘛！希望今次唔好杀人啦，唔好再杀人啦，大佬。睇下啦，系啦，哇，加特工减速添喎，呢只太劲啦，拎出嚟先模拟一下我哋嘅队伍系如何先。呢只都可以换走噶啦，其实都系。跟住望一望能力测验，喂。16、22、07、20、25、17，用住先啦，一系我觉得鲤鱼王啊，三个劲嘅喷火龙，鲤鱼王二足啊，万龙之父系啊，龙属鲤鱼龙啊，好望一望先，即刻 check 下佢有咩能力值啦，哦呢个劲啊，但系03血喎。30血唔系30攻，31物防，27速喎，劲喎！但系兵队佢作为有咯，哇！喂，乜鬼嘢怪兽外星生物？导弹小妖呢只都系要啱特性喎，我啱先醒起，
奇蹟皮肤。好，我哋望一望阿长毛巨魔系需要什么先？长毛巨魔咧，佢就系要需要就系恶作剧之心啦。咁佢有另外两个特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察觉，同埋一个系顺手牵羊。好啦，我哋望一望啦。啊，点啊？顺呢一个恶作剧之心。哇，仲带埋月之石俾我哋。好，我哋落去睇下我哋嘅队伍啦，而家睇睇。哇，超渣！六血六速29防22特防，作为恶作剧之心嚟讲，其实 O K 嘅，即系净系用恶作剧之心开场都 O K 嘅。但系佢个攻击会太低，得3啫。系啦，咁我哋就捉晒应该未来会练嘅精灵啦，就系呢六只嘢，呢四只嘢。